谁的小兔子先到萝卜顶上，谁就赢了。但是注意路上的陷阱哦。没问题，咱先来一个。嚯，开局就转，转个寂寞。我也转一个，转个寂寞。哎，一副起孩儿喽。我还是转一个，浪费我两次机会了。我都走到这儿了，你还没出发呢。我出发了，一步来。哎，我咋也一步？我再一步。一二三，下去。啥样？两步，一二，转一转，转下去吧，把陷阱给我转走喽。我还不信了，来，重新出发。我再转一转。哎呦，我再一步，我两步，一二，我在终点站。来，三步，三，两步，两步也行，两步。没事，我有三个兔子呢。我要是一，我要是一，一二三，一后，哎，一二。你运气为啥这么好？我三步，一二三，我马上就追上你喽。那你掉下去吧，你就。我不可能掉下去的，一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离你多近。哎，你把陷阱给我转走了，哈哈哈。一步，就是不下去。两步，一二。呀，被你追上的小蛋。一二，你居然都过桥了！一二，那样你就在桥那边看着我吧。一二，打萝卜，我把你踹下去！哎，这不是我的兔子！你咋不踹下去啊？又转又转，我又重新来。哎呀，真可怜呢！一步，一步，别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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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一步，你看我这么前面。别转，别转，别转，别转！哎。一个兔子了，这形势不太明了，陷阱在我这儿，你马上要下去了哦。不要胡说，我不想转，我给你们转就